OK， 下机吧，下机吧，下机吧。哎呀，哦，到潜艇基地了，谢谢我们的曲妹送的六六荧光棒。你们谁叫个潜水艇啊？那不然我抢他的潜水艇了。嗯，雇佣兵。我操！暗杀！哈哈哈哈哈！等一下，我到时候晚上给你们一人发个黄。你们晚上先在小歪等着吧，等我晚上我直播完嘛，等我直播完。那个找个那个吊机，对，找个吊机给我来，找个吊机给我，我去下去搞个潜水艇，我看刷了没有。亚特兰蒂斯，亚鬼斯哦，这哪去得了？谢谢秋送的六六荧光棒，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有没有水下呼吸器，就是了。等我一下，等我出去再吊我，这你们吊不了我，这你们吊我，你们会爆炸的。我操，谢谢安安送六六荧光棒，好浑浊啊，这海水为什么那么浑浊，这不科学。来来来，运兵机调我来，运兵机调我来，看吧，我要从这里到画个地图，画个地图到那边去，到那边去才有。来，蠢萌萌掉，蠢萌萌技术好一点。来来来，掉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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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，勾勾勾勾勾勾上钩，勾住我，勾住我。勾起来，勾起来。哎呀，有点菜啊！漂亮，勾住 ，Let's go， 出发，出发，出发！其他直升机跟着吧，然后其他直升机帮忙勾一下其他潜水艇，帮忙勾一下其他潜水艇。OK， 定标去，谢谢口鹏送的六六荧光棒 ，Let's go， 走反了，掉个头，楚萌掉头啊 ，Go， 谢谢哎呀快活啊送六六荧光棒。潜入海底10000米，寻找域外服。女鬼是什么？女鬼就是鬼啊！女鬼，哎，不能看的。女鬼上次，上个星期吧，还是前几天，然后观众说要看女鬼，但他们看了一波，然后全部吓死了，吓得七窍流血，然后死了一群观众。谢谢小天送的188，然后我还坐牢了，还赔了很多钱。谢谢桃子送的30个嘴，谢谢。不能玩太恐怖的，玩太恐怖的你们受不了，对不对？谢谢楚家军蛋蛋送来的荧光棒。就带你们看吧 UFO 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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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电影视角，看不了电影视角，这个视角不像电影吗？这么多飞机护航，还有战斗机，对吧？不帅吗？黄昏的感觉，看到没有？谢谢浮夸送的六六荧光棒，在哪里？你不知道啊 ？C 山那边 ，C 山那边，这里看，你玩这么久，你不知道？啊，爱拍小莫，小莫那边，小莫那边。看到没有？谢佛爷送的4组的荧光棒。小莫那边就是 UFO， 那边就是 UFO。Go。哎哎，别撞倒，别撞倒。谢逝者生存送的4组的荧光棒。当然远了。UFO 哎。
谢谢我们的逝者生存送的19组、20组六六荧光棒，谢谢我们的逝者生存，谢谢。OK。Let's go。谢谢骚大包子送了荧光棒，谢谢骚大包子。加油！UFO 能不能进去啊？等会跟你们说。谢谢漫漫海洋，先慢慢飞过去吧。谢花花送的一台挖掘机，牛逼！谢花花。其实我现实中也会开潜水艇。谢谢鳄鱼送的2组六六荧光棒。可不可以快进？直播怎么快进啊，兄弟？我看看到哪了啊？看看地图。啊，一半了，一半了，一半了，快到了。OK， 在水底的话是不能游泳的，水压大，对，会把人体挤爆。包括这个潜艇不是非常好的潜艇，这个潜艇也不能就是入水太深。谢谢图图送的六六荧光棒。我现实中也会开飞机的，飞机我也会开，直升机我也会开，什么都会。谢谢桃子，就是现实中会的技艺不能在游戏当中给大家展现啊，这就是比较可惜的一点。谢谢星空送的了荧光棒，谢谢星空。让大家看到一个人说，主播我是特工，我看你直播为了杀你，我也是特工。谢谢鱼送的2组六六荧光棒，谢谢鱼。再看一下地图，还有1/3，快到了，翻过前面这个山就到了。游戏叫极品飞车，歌的话叫克罗地亚狂想曲。谢谢我们的桃子送的了荧光棒。飞高一点，哎，这个飞机给撞到，好不容易掉过来。OK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别晃，晃会掉的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谢谢哈哈 哈送的100个荧光棒。OK， 到了，就在这片海域。等一下放高，我说放高再放高，先往前面走，到那个小莫那边，对，到小莫那边，小莫那边放高就行。谢谢纯真送了荧光棒，谢谢纯真，谢谢吴送的188荧光棒，谢谢我们的因为我兴趣送的66荧光棒。OK， 来丢我下去，丢放钩。我操，老弟下来了。这个水底有点恐怖，有点黑啊，天黑有点黑，我这样找不到 UFO 啊。还是你们谁已经找到了，过去找你们。
找一找，水底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水底找一找。有水下呼吸器的也找一找，找到给我打个一。现在有点黑，我看不清地形。刚好天黑了，水底也是黑的。在你那是吧？我马到。OK。UFO。海底峡谷，借搞事情送来了荧光棒。哦，找到了，看到没有 ？UFO。你们看一下，等会我下水带个水压呼吸器。然后贴近点给你们看，那是不是海底还有很多更神秘的东西啊？海底还有更多像这样类似的一些牛逼东西。谢谢小九九送到了荧光棒，谢谢小九九。那能不能开啊？不能开，因为它已经坏了的。你看上面都已经长草了，都长草了，都长草了，开它是不能开的。就是谢谢桃子送的六六，大抱歉。那这边还有鱼，海底还有鲨鱼。鲨鱼一般它不会在这边，它咬不到我，这边咬不了我。等一下我带个水下呼吸器啊，然后我下潜艇。水下呼吸器，配件你们吧，装备的水下呼吸器下来了啊。那超大型 UFO， 我找的那个尸体，什么尸体啊？尸体，我操，尸体！谢谢我们的浩哲，谢谢浩哲，谢谢我们的林浩尔送的两组的荧光棒。从这边下来看看，带你们看看 UFO 那个下面底部的话，有一个，它有一个吸人的大圆盘，啊，一个吸人的大圆盘。啊，这个应该是 UFO 的那个喷气装置。啊，这边是喷气装置，然后它的入口应该是在，入口在这里，对，入口在这里，进不去，但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把这个 UFO 开走，它一直都是一个秘密。哎，草卡住我了。就是在军事基地的无线天线控制塔，军事基地无线控制塔，然后要解锁什么东西可以把这个 UFO 开走 ，UFO 召唤出来，然后才可以开。因为这游戏有很多秘密，游戏公司呢说让玩家自己去探索。这一天天的送掉666荧光棒，谢谢，让玩家自己探索。但是探索到现在就是没，就是找到很多东西，但是没什么，不知道怎么用，也不知道怎么用，就是了。军事基地的天线塔可以把他那边就是把那个将军控制住之后，不是要杀将军，就是把那个将军控制住，然后把将军这个火口，把火口带到那个军事基地的塔顶。塔顶它有一个这个，它有一台，其中有一台电脑，它是操控这个 UFO 的。我们玩家猜想呢有两点，要么呢就是军事基地已经被外星人控制了，啊，要么呢，还有一点呢，就是，军事基地可能，这个就是控制了外星人，啊，就这样子，外星科技，而且还有这个，我现在没有带热成像，如果我带热成像，在城市的地底，在城市的高尔夫球场，带一个热成像，然后可以穿墙，我从地底看下去，地底会有很多科学家，
对，能看到地底实验室，那些都是研究外星人的，那都很关键，但是不知道找不到入口，找不到游戏入口啊！这游戏里面还有僵尸，海底还有神秘大门，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都有，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搞。对，他那个蛮难搞的，蛮难搞的，我先出来吧，去看看军事基地。我操，把我捅死了。